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不提的小编。这一段影片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格兰肯的成长药水这个礼拜推出的新活动。那这个商品呢，它总共分成四个东西，那值不值得买呢？我们来跟大家做个说明哈。那格兰肯的成长组合包总共有四种啊。如果说最下面这个成长箱不看的话，我们看上面就是有三种。然后第一个它是龙之钻石类的，第二个是祝福圣水类的，第三个是卷轴类的，也就是让你强化装备用的。好，那我们先从第一个来看。第一个的话，它给的是21个这个成长箱，还有100个龙钻，然后一个凭证。那账号可以买4次，它这个售价是2000钻。第二个的话是给祝福圣水，价格的话跟上面一样都是2000钻。那内容一样是给成长箱，然后格兰肯凭证跟上面这个是一样的，只有差别在中间这个祝福的圣水大的这个是1000个祝福点这边是给一个，那一样账号可以买4次。那第三个的话就是给你这个祝福的防卷跟无卷各2张，总共4张不过它的成长箱数量就相对来说是少一点的，然后它这个的话也是没有凭证，所以你要练功呢，还是要冲装呢，或者是要冲这个纹样你就可以这样看龙之钻石简单来讲就是 你需要龙钻，需要练功，或者是需要解任务用，你就买这一包。那如果说你要冲纹样的话，你就买这一包，2000钻里面给你一个大的1000点，你就买这一包。好，那如果说你想要冲装备的话，因为现在住武住房不好打嘛，你就买这一包。好，买这一包的话，它的成长箱就比较少。好，那这个成长箱呢，就是这样子，它是一个成长箱可以拿到3个成长药水，所以开出来的比例是1:3这样子大家理解。好，那我们再来，我们看一下下面这个成长箱有机遇开出一些道具，这个大家自己看，通常是白色嘛，白色绿色，好，这个大家自己去看，大部分是空气箱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可以制作的部分先从这个一开始比较基本的来讲我们上面讲这边2000蓝钻可以拿到21个成长箱嘛，好，21个成长箱就是可以开出63个成长药水。好，来我们看一下，所以呢上面的2000蓝钻就等于是你买一包2000蓝钻的就可以买到这个稀有变身卡或者是稀有娃娃你可以买一个就对了因为它是63个嘛，对不对？刚好一箱嘛，每个账号只能制作2个，这个也是2个。好，那如果说你要制作这个神秘变身卡的话，神秘变身卡就是有机会让你抽到比你买的这个还要往上一阶的，譬如说它这个是稀有级的嘛稀有级就是蓝变，神秘变身卡蓝变，那它这个的话就是要3包63个乘以3就是189这样子那就是6000钻可以买到这个东西，它不是几率制作，它是确定制作，然后制作出来之后你开起来是保底蓝这个也是一样，娃娃跟变身的神秘变身这个都是一样的，开出来都是保底蓝，那有几率出现红色这样子。然后再来，这一次有推出这个名誉金币可以买的这个180万的技能嘛所以它这一次里面你也可以去好用18个这种一般的这个格兰肯的成长药水去制作名誉金币的补给箱。好，然后这个金币补给箱最低是开到15000，最低是开到15000，最高我们下面讲。好，然后再来下面这边往下看如果说你要冲等的话，你可以去换这些卷轴。这边有一些卷轴，这个都是什么委托强化，这个格兰肯的委托，这一些都是卷轴，就是让你解任务用的。当然，如果你想要拿到这个神圣系列的装备的话，你也可以来考虑这个几率制作。那它的数量是66个，66个就是一箱加一包就是刚才我们上面讲2000钻嘛，2000钻的话再加个100加个100钻，这样子就可以拿到66个2100钻可以挑战这个几率制作神圣系列的这个装备。然后下面这边有一些抽卡如果你想要抽的话也可以来参考一下当然如果你想要抽卡的话你也可以自己来参考一下，那它的需求数量是33个，那如果你想要玩这个什么所谓的最高级的变身抽卡你可以来挑战一下，这边有最高级的娃娃抽卡券33个，然后这边有最高级的变身抽卡包抽卡包这个就是11抽，这个也是11抽，这两个大家可以去看一下，330个然后再来祝福圣水这边也可以制作，但是好像不大划算。好，那我们刚刚讲到名誉金币箱嘛这边有官方有列出来名誉金币箱最少是15000，这个是正确的然后最多1000、2000万，这个是错的
那后来官方已经把这个资讯调整成正确的哦。那最少的话可以拿到15000个名誉币是没有错。那在最多的部分，原本是1000万跟2000万，现在改成100万跟200万，那这个数据才是正确的。好，然后再来往后看，我们继续往后看，它有一些任务卷轴，你可以拿经验嘛，刚上面有讲，用9个这个袋子就可以，9个药水就可以去制作了。那这边总共有1、2、3、4、5种任务，好，五种任务，基本上你要拿经验的话，最多的是上面这两种。这两个拿经验最多，然后后面的话是因为有其他的奖励哦，你可以看你有没有需要啊。如果你要拿经验的话，我是建议买上面两种就好，然后这两个都可以用龙钻去获得更多的经验，好，所以这个的话就提供给大家参考了。然后再来后续会有一些限定制作，限定制作就是几率制作了，限定的意思是说限定期间啊制作，但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几率，好，这个大家再自己去这个网站上面参考一下。好，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杀虫的臂甲，这个杀虫臂甲、通常表示是说阵营战，就是所谓的杀虫跟巨鱼女皇、这两个东西即将开来，所以9月18号这一天、这一周有可能就是杀虫跟巨鱼女皇，也就是阵营战的这个开放。好，那 后续的话一些金技啊，这个是紫技啊，红技啊，这边大家就自己去参照了，我们就不再讲，但是全部都是几率制作的。好，然后收集品的部分就是格兰肯凭证嘛，总共有3种效果。那这三种效果根据官方最新的这个网页是不会删除的，这三个收集品是不会删除的。那至少要2个凭证，也就是说你至少要花4000钻才可以拿到其中一个凭证，好的这个效果。好，那以上就是格兰肯药水的组合包的介绍，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的话记得帮小编按个赞，按个订阅，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我们下次影片再见，拜拜。